大家好，我是林美仪，我身边呢位是治安警察局的代表李德辉警司。在啱啱过去的3月14日，是治安警察局的周年纪念日。治安警除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外，继去年首次在塔石广场举办警民同乐日，今年继续在塔石广场举办警民同乐日2018，希望藉此加强警民的互动互信，携手共建安全城市。好彩，我哋吸收了上一年的经验，今年的警民同乐日的场地设置我哋做了适当的调整，希望更加方便市民一家大小参与其中。同时透过各种的颁赠仪式、舞台表演、具一定资讯性的游戏活动，同埋一啲装备的展示，令到市民更加了解警方的工作，拉近警民关系，真正做到警民同乐一家亲，社区安全享欢欣。今年的警民同乐日由保安司黄少泽司长、警察总局马耀权局长及治安警察局梁文昌局长主持启动仪式，出席嘉宾仲包括中联办警联部于成平部长、社区警务联络主任的多位社团领导、治安警察局各个部门的众多同事亦参与其中。紧接在启动仪式后，治安警察局对表现出色的警员和工作部门给予鼓励，今年继续有多名警务人员凭杰出表现而获得嘉奖，当中更有人员因为在上年的风灾期间的英勇表现获得保安司司长的嘉奖。首先我很榮幸得到部門領導的嘉獎，這個不單止是部門對我個人工作能力的肯定，亦是一種鞭策。這個嘉獎對我來說，除了屬於個人，更加屬於是團體。我作為一個中層的警官，我也借這個機會感謝全線前線交通警員的努力和付出。其實我們主要都是肩負好自己的使命，做好日常的工作，努力咁样为我哋澳门市民服务系我哋最重要嘅任务。我哋亦向2017年度好市民颁发奖状。今年获奖嘅好市民唔除咗包括协助警方打击罪案之外，亦包括喺上年风灾期间协助救灾嘅众多英勇市民。另外，多个团体同埋公司喺风灾期间主动义务地提供大型嘅机械设备协助修复城市嘅原貌，令到工作更加有效率咁进行。警方亦特別向他們頒贈獎狀，今次共有12位好市民和23個團體或者公司獲頒發表揚證書。當時我本身在度值緊班嘅，因為咧嗰時即係我見個水已經好大噶啦嗰時，跟住咧我就同我同事咧，跟住將啲人即係想將啲人全部疏散去安全嘅地方咯，因為嗰時又大風又大水嗰時。其實嗰時其他人唔會多諗啊，即係諗住將可以將啲人撤離出去安全嘅地方就已經乜嘢㗎啦。好激動喎，咪攬到會得獎嘅，因為呢啲都係我哋正常做嘅。平時嘅工作我哋其實都係咁樣，因為我哋個場咧都係交通事務監管嘅場，因為佢哋嘅工作都做得非常之到位，平時都有去稽查啊、監管啊。啲擋水板啊、沙包啊，我哋都準備得非常之好，再加上佢哋都有提示翻我哋要注意翻呢啲嘢咯。而警察故事三微電影海報設計比賽亦喺當日頒發多個獎項。另外，早前舉辦嘅我們的警察故事系列填色及繪畫比賽，警方亦為得獎嘅學生進行咗簡單而隆重嘅頒獎禮，上述作品亦都喺現場度作出展示，俾市民欣賞。藉住治安警察局的周年紀念日，我哋專程在歡慶自己局的紀念日之餘，亦都係喺呢一個塔石廣場，繼2017之後喺呢一度再同大家見面咧，舉辦呢個警民同樂日嘅。咁喺歡慶嘅同時咧，希望都可以再進一步同市民去加深聯繫咯。藉住呢一啲咁親民嘅活動咧，去讓市民更加認識我哋，亦都可以將一啲重要嘅信息帶俾佢哋。咁咧，其實今次我哋嘅活動內容咧，最主要係一啲攤位遊戲啊，或者係著住小警察制服去體驗一啲體能訓練啊，又或者係揸住一啲嘅電動小警車啊，都係目的希望令到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都可以體會到我哋警方嘅工作，亦都係可以認識一啲防罪滅罪，甚至乎係一啲民防嘅信息，好能夠去令到自己更安全啊，更好咁樣令到呢一個社會秩序啊，或者係大家都平安咯。颁奖环节结束后，就开始各项的表演，包括治安小警寮舞蹈表演，展示各个小朋友排练的成果。紧接就轮到治安警舞蹈队的演出，他们刚刚在新春花车巡游中以同一支舞蹈作节目表演。
當日仲有治安警、好聲音和樂隊演出多首歌曲。現場更加設有多個遊戲攤位，主題包括警務、防罪、民防、法律等等的知識，讓大家能夠在輕鬆的遊戲之中學到相關的知識。市民同時可以親身看到各個警務部門的警用裝備、儀器和車輛等等。眾多的活動當中，最受市民喜愛的可以算得上是警犬表演了。不同種類的警犬各自有它擅長的工作，除了表現服從性和靈活性的表演項目之外，亦有關於搜查可疑物品和制服嫌疑人的演練。在塔石玻璃屋裏面就有治安警人員的藝術作品展覽。警民同樂日活動在塔石廣場附近的高美士中葡中學戶外足球場就設有小警察體驗區，受到家長和小朋友的歡迎。裡面亦有小警察大考驗和小警車駕駛區，小朋友可以參加模擬警察入職考試的體能測試，更加可以換上小制服在安全的區域裡面駕駛警車，於現場的交通警員指導下學習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性。體驗區旁邊就是今次活動獎品的換領區，市民在完成攤位遊戲之後就可以領取治安警察局精心設計的紀念品。都不是第一次來的，年年都有參與的，覺得一年比一年成功。其實比小朋友多一些這些，即是多一些去玩這些車仔，感受一下警察 的使命感是什麼，從小時候開始培養個公民教育。帶個孫女玩，有些大的孫女排隊拿禮物的了，很開心啊，十蚊仔。我兩個孫有個五歲半，有個三歲，玩得很開心。很喜歡，次次來玩又是女的，次次有什麼女的，很喜歡警察，我那時候大過做警察。多體驗咯，穿制服那些，還有想玩那個呢，但是沒有，原來那些飛很早已經沒有了，即是如果那個可以排就會好一點咯，因為小朋友應該多數最喜歡就是玩那個。公仔、毛巾、全部。全部。那為什麼會上來這裡的？喜歡警察是嗎？是，妈咪都有啊，就可以带我来这里玩。妈咪，哥哥看看你赢到啲乜嘢？你睇你最中意边度边个奖品？哇！成台。成台。相信不少市民都已经看过《警察故事三》微电影，故事是以家庭和手足之情为主轴，希望透过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带领观众体验澳门警察的真实故事。警察故事發展至今，已經不止單單是只是給警務人員分享經驗、抒發心聲的載體，更加是一個聯繫大家、加深了解的交流平台。因為每個的故事必然與澳門、我們的這個國家息息相關。早前舉辦的你最喜愛警察故事及角色活動已經有結果了，一起看看是不是最觸動你的故事和角色獲獎呢？接力啲，咁同埋我都係黐一啲，所以咧就投資咗砌成作為佢哋最愛作品。咁屈子嘅故事咧，就係講緊係我自己故事，咁就係貫穿由我未入警察到後屘成為一個交通警員之間嘅一個故事。咁入邊就主要係同屋企人嘅情感，就係話同我爹哋喺做警察之前啊，交流唔係咁足夠啊，溝通唔係咁好嘅。到做警察之後，我轉變咗，我個人會有交代咗、專業咗、有條理咗，咁從而就佢對自己個仔就哇眼前一亮，即係嗰種情感嘅感覺。得獎感受就係、是、首先要多謝治安警察局公安處咧，吸納咗我嘅故事，咁就我覺得真係好感恩，同埋亦都好驕傲因為其實冇乜人會可以將自己嘅故事擺上銀幕度俾人睇嘅，咁呢個我係覺得好真係好幸運、好感恩。希望透過今次我哋嘅微電影啦，咁樣希望俾觀眾了解一下警察平時所做嘅嘢啊。可能我哋有陣時做嘢會忽略咗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樣嘅，即係希望佢哋明白到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或者有陣時係工作咧係唔可以同屋企人講啊咁樣啊。咁啊，亦都希望佢哋明白。其實得到呢個獎都有啲意外嘅，因為個角色。俾即同行嘅睇咧，就會有一個共鳴感啊咁樣。其他嘅演員咧都好好戲嚇，咁啊係啦，亦都接觸到拍戲啊呢一樣嘢咁樣，都覺得幾有趣、幾新鮮咁樣嚇。阿仔，唉，由細到大咧，你都未試過離開阿爸阿媽咁耐嘅，
而家冇我哋睇住你，你又好好咁照顾好自己啊！你有冇嘢要同佢讲啊？好啊！你入到嚟呢度接受训练，系经过严格嘅重重嘅筛选，脱颖而出嘅一群，亦都系你哋自己拣嘅。你哋要学习各种嘅专业嘅知识，接受严格嘅步操同埋体能嘅训练，负责自己嘅生活起居，同埋要用团体精神去服务其他人。你今日第一日嚟，睇我哋点样做嘢。最近爆案多咗，我哋留意一下周围有冇可疑嘅人物。乐乐，过嚟妈咪度啦！你睇你玩波玩到出晒汗啦！哎呀！热唔热嘅啫？促进更多警民之间嘅互动，增进警民关系，可以讲系我哋永恒嘅主题。除了刚才看到的活动之外，保安当局也不断尝试用多种的方式，令到社会大众和警务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就好像早前举办的警民同心公共安全中文征文和警察印象摄影比赛，就是希望透过文字和摄影艺术带出警民同心的主题，并且传播警队文化。没错，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自2015年起每年都会举办征文和摄影比赛，反应一年比一年踊跃。我哋希望能够让大众同埋警队携手共建亲民同埋专业嘅警队文化。征文比赛嘅宗旨系俾大家思考，并且关注警民同心同埋公共安全之间紧密嘅关系。征文比赛总共收到386篇作品，唔少嘅作品都能够体现到市民对警方嘅感情同埋支持，而摄影比赛就可以俾大众更多嘅观察，以及透过镜头。甚至是手机镜头记录警队的日常执勤工作，提高社会大众对警队的认知。今次的摄影比赛更加收到948幅作品。这次活动的颁奖礼由保安司黄少泽司长主持，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各高等院校、中学等等获奖单位都有派出代表约170人出席。我们一起来听听参加者对警方的工作有什么感想。平时觉得他们都友善、有礼、和蔼可亲，在遇事的时候，尤其是正正刚刚经过了这个天鹅风灾，也都看到他们的专业为了工作的那种使命感，也都是因为这个有感而发，所以参加了这个比赛，一定会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些比赛的时候，行政当局还行政当局，市民还市民，但如果举办多些这些这样的比赛或者交流，警民之间可以多些互动。我文字的魅力就是在于可以将自己想的一些东西很具象化地抽出来去描述去表达，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就可以等警察去知道我们民众心里面是怎样想的，还有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其實主要都是寫一些我自己對警察的感受，這些感受是日常生活一路累積下來的。其實我小時候開始都會留意澳門警察，因為我小時候的志願就是想考警察的。我覺得警察一直給人的印象都是很親切，還有 很熱心去幫助市民。今次的主題是警民同心公共安全，所以我就以823天鴿風災這件事件去寫今次的文章。我當時自己都有去參加一些義工組織去幫手清理一些雜物的，我當時就即係自己親身感受到警察同埋市民之間無分彼此嗰種關係。特別是今年喺8月嘅時候咧，因為天鴿嘅事件啊，
就令到市民更加加深咗咧對保安部隊各部門嘅同事咧嗰個印象咧係入心嘅。咁我都覺得應該係值得我哋市民咧去多啲參與同埋去將佢個正面形象咧就發揮出去。透過啲比賽啦，無論精文或者係攝影都好啦，咁會提升翻咧市民咧多啲去了解咧警察部隊啊、保安部隊咧嘅日常運作啊，同埋居民啊或者係遊客嘅溝通咯。咁令我哋咧更加認識深啲咯，唔係淨係一般可能一啲淨係著住嘅制服啊咁樣，亦都好多其他親民嘅形象咧喺佢哋冇著制服嘅時候都會展現出嚟咯。今集嘅警民同心就到呢一度。下一集，我哋将会继续介绍一啲大家关心嘅警务资讯。下集再见。再见。